又到了新的一个双十一，光棍脱手机，想要帮着商家清仓处理，可钱包撇撇的。每天最向往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疯狂拆快递。无论工作还是周末，都好想拆快递。可我也只是想想，因为钱包不给力，但我还是总爱向往双十一。我最期待到多手机，因为我想拆快递，因为那种感觉真的能让我过瘾。双十一，双十一，多手机拆快递，是好想好想拆快递，只是钱包真的不给力。还好我有一款能省钱的软件，新人能免费买东西，分享还能赚到人民币的神奇。打开应用商店，直接搜索明花生日记，你就知道了我有没有骗你。输入邀请码后注册就能免费登上去，添加后台客服免费领红包手机。想花钱都省钱，花生日记给你，在这里领取优惠券，到淘宝就能变人民币。自己买能省钱，分享赚人民币，是给力给力好给你。双十一不再是多少机，天猫好，淘宝多，拼多多是垃圾，是真的真的在坑你，教你玩自然游戏。坑多多，坑多多，拼得多，坑得多，三亿人都被坑的 APP， 不如都来用花生日记。双十一不再是多少机。It's a wrap! Yea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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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完了，超累。Woo! 看多多，看多多，我爱看你多多，是真的真的想看你，看的人越多我越火，看多多。教你玩文字的游戏，三亿人被坑的 APP， 坑多多，坑多多，坑多多。Oh, 我悄悄过去，又来听多多。那满天的广告轮番轰炸我，